的观众慎重学习本舞蹈，以防体力不支。学习窍门一，服装要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，体现突然降临的天外来客气质。学习窍门二，眼神要狠，无事不降临三宝殿，人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到别人身边，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正是时候。特别送上降临舞蹈路线图，真是一目了然呐。另外，跳舞时请心中默念：我不是男孩，我是男人。干涸的泥土，黑白墙，千年不变的构图。Yeah。过了时光只剩 loneliness， but do not free。灿烂美的小世界，可是四叶上生长的幸福。Yeah， 是来自异域的艺术，惊喜的历史麻木。New law， 听不出说不出什么程度，去努力描述风尘依旧苍老的石板路，不在乎有若无什么地步，蒸发身体的温度凝结成雕塑。完成了光荣的地址，等待着你收获的笔记，露出了笑容的美丽，我想应该是你。 We are the top combine。谁说谁很酷？万岁的一个人孤独的对峙，时代的加速，时代的提速，这个的信仰该向谁承诺？是不会背叛逃亡的俘虏，是可以穷尽破军的信物。若即若离，若留若弃的态度，伤口就让时间去弥补。听不出说不出什么程度，去努力描述风尘依旧苍老的石板路，不知不由。兄弟的温度凝结成雕塑，当爱注定降临在大地，吹散了悲伤的记忆，完成了光荣的地址。苦练吧同学们，燃烧吧小宇宙，下周再见。